九幺饮料掌声连连，五十岚清新福泉部分地区猛士涨价。哎呀，过完年领了红包，弄个手摇杯喝喝吧。但很多生意人可是虎视眈眈觊觎你红包啊，连这点小确幸都不放过。知名连锁饮料店五十岚周五证实，除了北北基、高屏、台东、台南等地以外的门市，包含头猪苗、中彰头、云家及澎湖共192家门市，从3月1日起又涨价咯。中杯、大杯都要调涨5元，平均涨幅 11%-25%。 不过目前原价50元以上的品项就不调整。好啦，业者当然只有一个理由，就是成本不断增加，所以得涨价咯。啊，是不会少赚一点吗？不过你以为坏消息只有这样，想说换一家买就好啦，错了。另一家连锁饮料店清新福泉昨天也在官网公告，北北基、桃园及新竹共约300家门市也要从3月1日起涨价，范围包括7款名品系列，中杯、大杯各涨5元，中杯由20元涨到25元，大杯由25元涨到30元。7款鲜果系列中杯调涨5元，由40元涨为45元，而大杯则维持原价。2款特调系列中杯、大杯各调涨5元，中杯由35元涨为40元，大杯由45元涨为50元，总计约 22% 品项涨价，涨幅约 2.84%。 理由还是一样老梗，仍是原物料成本不断上扬，不得已才调涨。不过中部、南部与东部地区门市则不在这波调涨范围内。好啦好啦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饮料店要涨价，你只能选择喝或不喝，大家垫垫荷包自己看着办咯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